它会更新松鼠啊，就可以更新松鼠或老鼠之类的啊，会偷吃你的储物箱的食物啊，有的没的。那松鼠也可以把一些食物藏在树的表面上，也可以啊，就这样子插在树上，像个按钮一样，对吧？啊，我的是红花。呼呼呼呼呼呼！绕远点，绕远。屁啦！要过沙漠欸，傻眼。好朋友接过，好朋友接过。哦不，平原呢？平原呢？哎，真的有那么难找哦？太难找了吧？铃兰？是吗？铃兰，好。蜜蜂啊！你看那么多花。哎，所以白桦木的那个花园不会有蜜蜂哦。什么歌？我跟你说，这边一定有蜜蜂过，被烧死了，信不信？好，证明了刚刚那只牛不是蜜蜂，不然它一定会飞起来，对吧？没有蜜蜂。生态系不对，就不会有5%。什么生态系？说蜜蜂吗？蜜蜂这么低几率哦，还要找吗？天哪，不行，今天都在找蜜蜂啊！我的天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这次真的不见啦！啊！金矿不要啦，铁矿不要啦，这是干什么啦？走开啦，走开啦，走开啦！蜜蜂不好找，我以为很好找欸，刚刚找第一颗就找到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而且刚刚我敲掉蜂巢，蜜蜂没有飞出来咬我欸，为什么？娘娘，你知道原因吗？为什么我把他家拆了，蜜蜂却没有出来咬我？要相信自己，只要不是平原，向日葵、繁花基本上都可以直接闪人。所以要平原，然后不能有向日葵花田。
哎、欸，可是刚刚那边也是类似哎、欸，好好好，没关系。沼泽没有嘛？沼泽就 go go。好，现在有可靠的情报了。哦呦喂，跳那么高，吓死人哦！平原，平原，哇哇哇！这荷叶也太 Q 弹了吧，会被弹走哎、欸！这棵树一定有机会，就是这棵树了。没机会，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机会不属于我，走开啦，管你！喂，白痴哦、喔，还我！好。你是不是蜜蜂？蜜蜂，我要蜜蜂，我要蜜蜂。你有看到蜜蜂吗？有，有在哪里？那边哦，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你开一个单人测试，你不能用创造，不能飞哦。心累玩荷叶没有啦，荷叶好玩啊！啵啵啵，好了，我们继续。嗯，那它是在橡木树上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样很好笑哎、欸。然后一个平原只有5%机会，我的天啊！黑橡木林，哎天啊！我现在看到蜜蜂真的是想杀爆他们的嘞，直接把他们家毁了。我 FB 爆了，一直跑圈圈。好像会这样欸，可是一直没有人跟我讲说 FB 会转圈圈，因为我的那个实况群啊，有人有反映说他们的观众说会转圈圈，可是我的观众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转圈圈，是不是他们都这么乖，帮我挂台，没有在顾虑这些？哇，越讲越心虚。娘娘，我遇不到蜜蜂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有时候你们讲的话也不能相信啊。像某一届 UHC， 你们大家全部都讲说有僵尸在旁边，有僵尸在旁边，结果走过去看是个草地一样啊，是不是？有道理吧？那时候集体在聊天室打字。有印象吗？你们？繁星，右边有僵尸啊！右上角，右上角。结果那边有林地林那个宅地有没有？又没有哎、欸。第几个100天，还是很有感觉。加油！我在看到底我也不知道啊。我是先把他的出口给堵住，然后敲爆他，然后我再把那个堵住的方块打掉，就蜜蜂就不见了，就很神奇的不见了。还是这样子不见是正常的。没看 NONO 不知道。我那时候在退取开台好吗？我没有在 NONO 直播、喔。第几个？
有没有在这里呀、这边有花哦，有花有水有树。喂，有狗冲出来！哎呀，单身狗，拜拜。哦，正常的哦，不能这样子吗？不是说它会从入口出来吗？不是说，哇！所以这样是直接把蜜蜂蜂巢打掉，哇！那我可以回去补回来吗？我回去补回来就算了吧。哎、欸，九点多了哎、欸，早半个小时。啊！这么难找哦！哦呦呦呦呦呦，这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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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嘚嘚嘚嘚嘚嘚！要海豚丢高，跟着我干嘛？哎、欸，按 Ctrl 也可以滑更快哦，我现在才知道哎、欸。你看，这是平常滑，然后 Ctrl 按下去，哦。海洋地形，傻眼。哎、欸欸欸，拿船，拿床。繁花森林，哇！又遇到啦，气死人啦！有那么衰、欸！哇塞，这边花很漂亮啊！嗨。有吧？那座是好像不是哎、欸，这怎么看都不像平原哎、欸。啊，上岸看看。我改个名称哈，属性。找蜜蜂自杀中，完成。拜托，拜托！哇，老天爷不给我死哎、欸！我今天开台开到几点？应该是开到被蜜蜂杀为止吧，不然就是要让我遇到河豚，哈哈。这样你要陪到我关台是不是？
理论上都是开到十点呢、啊。那除非就是突然又是跑去玩一些小游戏啊什么的，就会继续开下去。通常都是七点开台，啊，如果有发生意外的话就是八点。那事情，可是我今天回去就要收手机嘞，没关系啊，你就收手机啊。被收手机哦，哇，真的是有点严格哎、欸。只要不是丝绸之处或斧头才艺，嘣嘣嘣嘣嘣嘣，这我知道啦。可是怎么可以？因为我把他们的，哎呦，谁吓我？不能因为出口被堵掉、拆掉之后就不出现了吧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没关系啊，你就被收手机之前跟我讲个晚安就好了，好，这样行吧？所以高原不会有啊！来啊！我现在很生气哦，我现在非常生气哦。射准一点啊！射准一点啊！不祥之兆，应该不去村庄就没事了吧？好的，嗯，要吃牛排，我会食物吃光啊！满园不会有，提供杯啊！那我来杀点牛好了。哇！又烧起来了。我每次都讲成高原呢、欸，我在从来冲啥回啊？你看它长得也很像蜜蜂啊，有针有刺。然后这个是蜂巢。下去会有女王蜂会把我炸死，对吧？我没记错吧？蜂巢是这样子的吧？这边，搞爆喽！究竟我们还要吃几块牛排呢？想想都很可悲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！现在马上开个，这个没有用啦，不要了啦。那、
忘记的记。找到蘑菇岛就关台好不好？好难哦！谁会想到蜜蜂这么难找？所以想自杀的人记得玩麦块哦，麦块不会让你死哦，防止自杀的好游戏。玩游戏不会使人变坏，也可以防止自杀哦。阿杜出口在这里。不是这啊。哦，是跳下来的吧？好，走这里，然后太阳的方向这里，选择引爆吗？不要啊，就说要找蜜蜂了。我们要沐浴在蜜蜂的针灸下死亡。好好好，哎咻 ，Q 掉，有机会了吗？有机会了吗？哇，这样小雨如果生存想找蜜蜂的话，真的是很难哎、欸。就一棵树，就一棵树，没机会了。机会什么的，真的错过就没了。刚刚那个唯一一个蜂巢，就像被我浪费掉了。啊！早知道玩极限模式了，我现在早就换游戏了。啊，前面这应该是森林啊！啊，怎么以前平原那么大，现在平原这么小？怎么会这样？只有平原有，而且还二十分之一几率的平原有。啊，有是会有很那种很大量，还是都随机的？有可能也只有一个。这边是森林啊，